妹妹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都非常好，然后他们采食啊，这个喝奶，都反正每次给它兑好奶，给它以后，它都能够很快的就把它喝完，说明它的食欲都很强。然后它们活力也很好，就是喜欢在圈子里面到处跑来跑去的，所以总的来说，这两只猫都是很健康的。 今天这只大熊猫非常特殊，并命名为"猴猴美美"。我们希望它能健康的成长，代表我们能够走向世界。